来都来了，全家来，可以全家来，因为我第一次，可以跟你们太阳神山对，然后那其实我跟他算是在之前学生时期里面，然后变成了这样，因为其实我们两个对太阳神山对我们两个对讲，我先在帐篷里面好一点，真的，然后他然后聊聊到快天亮在聊车，就不睡一下，然后在想。那这次就是带了他们这个文章来到这里，声音特别来，然后再加上其他其他讲，现在当时参加歌手，他带着他的新专辑来这边，没有了。你新专辑明天叫什么？要认丢，特别安全。他最近学了一些鼓，不然就秀给他。认真，他精进专业，没有了，因为他也看不上。他乱讲的话，你的穿运动服来。我湖南有黑队吗？还有我会吗？算差不多时间吧，没有。最经典的，大家应该最熟悉的。好了，这个已经回答太多了。对啊，冰人第三张专辑，第三张专辑出来的时候再带一张。等很久。不会啊，我已经第25张了。快了。他真的会难笑啊？会不会出我？你知道这个想出的时候就会出，这个需要花点时间。好，谢谢大家。